前三千组合作剧，琵琶战狼勇向前，前三千组合作剧，琵琶穷山沟里边去，这是所学非所用。我就是有意见。唐副书记，我留在城里贡献更大。我们谈过多次了，你还是回去好好考虑考虑吧。怎么又来了？我可是第一次来。是老龙啊，怎么来得这么快？大跃进的速度吧。又上前线了。报告团长，刚下火线。你呀，还是那股劲头。想不想打仗？打仗啊，攻堡垒啊。想。坐坐坐。抽烟，这个有劲儿，还是老习惯。刚才出去那几个人是大学生？是啊，大学毕业，分配到这里都已经两个多月了，就是不肯到山区去做基层工作，真不像话。不该生他们的气，这是资产阶级教育造成的恶果。唐宁同志，我真不明白，解放都九年了，为什么不把资产阶级老爷把持的大学改造过来？说得好，有气魄。依你说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要派坚决按照毛主席教育思想办学的同志，去占领阵地。呵，你这是旗帜鲜明啊。还有呢？暂时就想这么一条。好好，我本来啊还准备对你做一番动员说服工作呢，看来不必喽。啊，坐坐坐坐下，给你安排了一个合适的工作。你说什么？让你去当大学校长。我啊，唐宁同志，你这是开玩笑吧？不，这是党的决定，派你担任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松山分校的党委书记兼校长。唐宁同志，我这个放牛娃出身的人当大学校长能行吗？在延安你上过抗大？这你都知道。咱们一起挖窑洞开荒生产，咱们一起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给我们讲课。咱们同志，就凭这我看就行。
现在我们决定要办一所抗大事的学校，要遵照毛主席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，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、有文化的劳动者，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。服从党的决定。来，我们谈谈。老龙，你的想法很好啊。刚才你也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，那自己可得做出个样子来哟。赵副专员已经推荐了个副校长，正在那儿筹备建校。他解放后一直在教育部门工作，叫曹仲和。同志们，你们看，我们的教学楼、图书馆、实验室就设在河的对岸啊，这里风景优美，空气新鲜，交通方便，又有靠近城市。小同志，同志，你找谁呀？我是找曹校长。他是我爸爸。好，那我就找你爸爸。爸爸，有人找你。等一等。调到这里工作的吗？是啊。有介绍信吗？有啊。交给我吧。交给你？我去交给爸爸，要不然他净让你等着。这倒是个办法。哦，啊，龙校长，你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啊，好吧，好吧，走走，好好好，走。同志们，这就是龙校长，啊，龙校长，你好，你好，龙校长，啊，你们在开会呢，哈哈，大家在研究建校的事吧？好啊，把学校办在贫下中农家门口，咱们要快马加鞭，在山头上把学校建起来。山头上？啊？怎么把学校办在山头上？是啊，那不离城市太远了吗？离城市远了，离贫下中农近了，是不是啊，新伙伴？好吧，大家先谈吧。龙校长，走到里屋去。好。哎，龙校长还真有些想法呢。他是哪个大学毕业的？人家是啊，三八市的老干部。哦。龙校长，难办得很呐，缺少经费，缺少校舍，缺少老师。目前招生的问题更大。县里镇上都设了招生点，教处孙主任回来汇报说，他那个招生点合格的学生很少，考生质量太差，文化水平很低。难呐！我准备派人到城里去，招些高质量的学生来。这样吧，我到招生站去看一看。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，拿这样的介绍信是不能报考的。安静，安静，不要吵，不要吵了。我们这是大学，不是识字班，得有文凭啊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嘛。你们的招生简章没有规定非要文凭，
不要火气太大嘛，小伙子。按照常规，没有文凭也得有同等学历啊。你们简直是骗人！骗人吗？我们跑了100多里路，把鞋子跑烂了。鞋子跑烂了，也怪我吗？山区老乡真不讲道理。没有讲道理。同志，同志，你等等。老大爷，你也想考大学？我要为他们说几句话。你是干什么的？他是贫下中农协会的老代表，是公社让我带他们来考贡大的。那也不行啊，考大学嘛，要有资格。哎，他就是资产阶级把门人。对，就是资产阶级把门人。他就是看不起我们贫下中农嘛。算了，不考了。呸！小妹啊，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呀？我妈妈让我当工程师，可我爸爸要我当科学家。那你自己呢？我呀，什么都想干。我看呐，你还上贡大吧，当一名普通的劳动者。我得想一想，问问爸爸。哎呦呵，好悬呐！哎，同志，你的烟袋，走这么急到哪儿去呀？你笑什么？我要是告诉你，你也会生气的。我这个人呐，不是那么容易生气的。那好，那你就给评评这个理。同志，你说说，在旧社会，国民党地主老财不让我们贫下中农进学校，我们心里气不气？气！可那是他们的天下嘛。如今是新社会，共产党毛主席把学校办到我们家门口来了，可我们贫下中农还是进不去，这是哪条理？你说的是共大？那可不，没有文凭，文化低，不够资格，不够资格。他们要的是什么资格？我也这么说，你们要的是什么资格？县长、省长，都是我们贫下中农选举出来的，难道这上大学我们就没有资格了？你说的对，贫下中农是我们国家的主人，当然够资格。老代表，你看这么好的小伙子也进不去，有什么法子呀？都是些资产阶级把门。小伙子，既然是资产阶级把门，那你就打进去嘛。打进去啊？牛仔，听说来那个新校长，咱们去找找他。啊、哦，你们去找龙校长，我不用找了。走，咱们再去看看吧。走，老代表，别求他们，教主任是这个样子，校长也好不了哪儿去。哦，不见得吧？我敢打赌。要打赌啊？你准输。输。来。怎么，你真要打赌啊？啊！同志啊，这么说你认识龙校长？哎，老熟人了啊！大年，别看了，咱们还是打铁吧。看，到了。爹，这学校是半工半读，勤工俭学，还社来社去，毕业以后还是离不开农村呢。嗨，
你怎么死脑筋呢？等你学会了本事，不管到哪儿都能赚钱。大家都抓紧时间，还有五分钟。不要敲，不要敲！开门，开门呐！快开门，是龙校长来了。是龙校长来了。他就是龙校长。他就是新来的龙校长。龙校长，您是龙校长？你好，孙主任。孙子清。啊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肖平老师。好，龙校长。你好。他们都是来考咱们共大的吧？是啊，人可真多呀。让他们进来吧，来，进来吧。不行，进进，我不进。我们，你这，别推我。还不好意思呢。让开，让开，让开。你们不进去，我进去。校长。哎。不要吵，不要吵，里边还在考试呢。孙主任，招了多少学生了？你看，没有几个合格的，没有文凭，文化又低。是吗？这样吧，咱们再考考看。那太好了。老同志，来，怎么，请到这边坐。嗨，这儿也一样啊。哎。我们请你一块儿参加考试。哎，这来来来，来坐，你坐，你坐。孙主任，坐。啊，不不不，你请坐。现在继续考试，许牛仔。是你呀，还是青年突击队？共青团有案。家里什么成分呢？贫农。劳动怎么样？上过学吗？上过两年初中，后来在养猪场劳动。想学什么呢？大队要我负责养猪场，我想学兽医。行啊，小伙子，你考上了。考上了，放心，取证。录取了，哎，录取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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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放心。看，这才有点意思。哎，牛仔啊，快去给校长行个礼啊。快去啊！哎，哎，小伙子，咱可不行孔老二那一套啊！怎么了？说呀。刚才在桥上打赌的事儿，你可别怪我呀。宝根，要考啊，你就考兽医。嗯，敲一头小猪啊，能赚八毛钱呢、啊。
知道了，快去。李金凤，再见啊。他是我们的妇女队长，是劳动模范，一种能手。这是他育的种子，荣校长，收下他吧。他是我们集体选出来的。对他呀，我要多说几句。冲这么高啊，就给地主放牛、割猪草，整天的挨打挨骂呀。稍微高了一点儿，又做人家的童养媳。旧社会，从没吃过一顿饱饭。土改的时候，我们村子妇女里边，头一个站出来斗争地主的就是金凤。后来，又领妇女们闹翻身，组织互助组，搞合作化。现在是共产党员。你认识字吗？解放后上了几年夜校。来，写几个字我看看。写吧，写什么都可以。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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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被录取了。你打算抱着孩子来上学吗？不，我把孩子交给婆婆。来，到这儿来登记，以后我会帮助你补习文化的。秋萍老师可好了。江大年，江大年，等一等，我去叫。江大年，考你了，快点，考你了，快来快来，考你了，快快快，考你了，考你了。江大年，来了来了，来了来了，来了来了。来。往前点，江大年，来，往前站一点。怎么了，小伙子？像个姑娘似的啊？种过田吗？做过木匠？怎么不说话呀？你要和我打哑谜怎么着？你呀。想不想上大学呀？想。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又说不出来，是不是？龙校长，这孩子啊，从小就死了娘，在公社铁匠铺里面当学徒。江大年，你想学什么呀？我要学拖拉机。上过几年学？上过一年中学。文化太低啊，
多少年来，地主、资产阶级就是用文化来卡我们。文化低，能怪我们吗？不能。这笔账只能算在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身上。解放刚刚九年，要那么高的文化上供当，实质上是把工农子弟拒之门外。有人说上大学要有资格，什么是资格啊？资产阶级有他资产阶级资格，无产阶级有我们无产阶级资格进共产主义劳动大学。第一条资格就是劳动人民，这手上的硬茧就是资格。贫下中农同志们，你们说他够不够资格呀？这样的招生法行吗？怎么不行啊？曹校长一再强调，应肯少招，质量要高。这些学生质量都不错吗？我不能理解，这样的招生法我也从来没有见过。老代表，是党员吗？土改那年入的党。对山区的青年人都熟吗？叫得出名字。我们请你当招考委员怎么样？不行不行，我这个穿草鞋的怎么能当招考委员呢？不行不行啊！哎，穿草鞋怎么不行啊？过去八路军、新四军就是穿草鞋打败了国内外反动派，就是要你这个穿草鞋的啊！老代表当招考委员好。怎么样，群众拥护，校党委研究一下，这个门呢就请你来把啊。这少杰，别报警，别报警，小杨，我来吧。龙校长，哎，来了，快领去吧。好。于刚，龙厂长，哦，不，龙校长，炮兵排长于刚前来报道。于刚啊，你现在是农机系的班主任了。我。啊。龙校长。啊。我先去了。你去吧。好。我们学校有没有教学大楼？有。图书馆呢？有。实验大楼呢？也有。我们学校在哪儿？你们看，我们学校就在那儿。
春雷，解放我的老了，咱穷命根喽。粗的就是老的，这细的就是嫩的，你还是个老师呢。给你，擦一擦，汗都流到嘴里去了。汗流到嘴里是咸的，流到心里是甜的。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，肖老师。老代表，收下我这个学生吧。行啊，走，我带你们看竹子去。哎，你看，老代表，我也去。龙校长，哎，我报名上工大了。好啊，小妹。那我从今天起就是工大的学生了。欢迎你啊，欢迎你，小妹。龙校长，你在延安也搭过竹棚吗？不，那个时候是挖窑洞啊。那为什么不搭竹棚呢？延安没有竹子啊。龙校长，那你就给我们讲讲延安吧。对呀、啊，龙校长，就给我们讲讲延安吧。好，我给你们讲一讲延安抗大吧。那个时候是战争年。延安抗大都是自己挖窑洞，自己开荒搞大生产，自己纺线织布，条件是非常艰苦啊。那个时候也没有课堂，一人一个背包，坐在窑洞的前面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给我们讲课，那个情景啊，到现在我还记得，那真是振奋人心呐。他们多幸福啊！今天我们的共大就是要按照抗大的样子办，先上马，后备鞍，不要国家一分钱，用我们的双手把咱们的学校办起来呀。真不理解，偏偏要在这山沟里办大学，又是开路又是建校舍，还要自己种粮食啊。是啊，把学生闷在这山沟里头，见不到世面，真能培养出高精尖的人才，简直是活见鬼。
这才是真正的大学呢，多宏伟呀！那一座大高楼是干什么的？教学楼。呵，真漂亮啊！哎，这一座呢？图书馆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么高啊！我说杨志豪，别看你额头长得高，还戴着副眼镜，真傻。城里放着高楼大厦不住，跑到山沟里来住草棚，这哪有点大学的样子？谁在那说话呢？哎呀，是龙校长啊！啊，是杨志豪啊！啊，龙校长，你们在谈什么样的大学呢？嗯。我看看好吗？啊，看一个学校的好坏，不能只看有没有高楼大厦，也不能看有没有专家教授，要看这个学校培养什么样的学生。当年在延安的窑洞里，抗大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。今天我们在这山沟里，要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。学习上有困难吗？同学们进步很快，学习的都很好。很好啊，要刻苦的学习，认真读书啊。咱们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培养的人才，既要有共产主义觉悟，又要有学问，还会生产劳动，成为又红又专的大学生啊。排长，教学大纲搞出来了。好啊，根据你的意见，我们把全国名牌大学甚至外国的好经验都吸收进来。嗯，很好嘛，是要有这么点雄心壮志才行。只要按照这个大纲教学，教出来的学生绝不比别人差。那当然了。不过大批的工农同学怎么办？他们都能跟得上吗？不考虑这个问题，跟不上就自然淘汰，这是个规律。龙校长这个人可真有意思，他凭着手上两个硬件来收学生。老龙是个工农干部，修铁路办林场还是蛮有一套的，可是搞教育嘛，要说搞教育工作，曹校长不愧是党内的专家，有能力有气魄，有曹校长领导教学，大家是信心百倍。不，我不过是上了几天教育学院，多读了几本书，也是个半瓶子醋。办教育嘛，还得靠你们这些行家哟。哪里哪里。不过这个教学大纲还没有征求龙校长的意见。我的意见，这个教学大纲要发动全校师生充分讨论。小平老师，你刚才说课程太多。对，我是全日制大学出来的，
我有体会。我们在学校的时候，全天读书都完不成这些课程，现在是半工半读完成，只能让同学赶上大纲，不能降低标准，让大纲来迁就同学。孔夫子3000弟子，也不过出了72000人吧。啊，对。孔老二没什么了不起，既不会种田，又不会做工，他培养的学生是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。今天我们培养的是无产阶级崭新的一代，绝不是培养几个所谓的尖子就行了。这是方向，我同意。我们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是半工半读，绝不能照搬全日制那一套。同意。同意。孙主任，你的意见呢？据我20多年的教学经验，我认为只有按照这个教学大纲，才能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。大家对教学大纲都发表了意见，我们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要走抗大的路，咱们的教学大纲不能照搬全日制，要闯出一条新路。怎么闯法，大家都没有经验，但是有一条要牢牢地记住，我们培养的人才必须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、有文化的劳动者。龙校长，龙校长，这是我们农机系的。呵，这么多书啊！这些你从哪儿弄来的？从曹校长、孙主任那搬来的。你都看过了？看了。看他干什么？都是些资产阶级的玩意儿。要我说呀，来个万炮齐轰，全轰掉他！轰掉！你这个炮兵排长啊，净放空炮。你知道敌人的火力点在哪吗？啊？不知道吧？我们学校的许多做法，都是从这里来的。从这里？嗯。你看看毛主席是怎么说的。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，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。通过这一段实践，我对毛主席这一教导又有深刻的理解。你想想，我们党办的大学，可是教学好多还是资产阶级那一套，你说这能行吗？我明白了。你我也去侦查侦查。前几天我给大家讲了马的呼吸系统、马的消化系统和马的骨骼特征，今天我给大家讲一讲马尾巴的功能。这个马尾巴老大爷，
你怎么把牛牵到这儿来了？老师，我是山边生产队的，队里这头牛病了，想请老师给看看。我们这是学校，快把牛牵走，牵远一点。同学们都记完了吗？记完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讲一讲马尾巴的是这么回事。我们队里最好的一头水牛从前天起发烧不吃草，听说老师高明，对，让我牵来让老师给看看。我们这是大学，不是兽医站，快走吧。老师，春耕到了，队里等着用油，给治治吧。老大爷，请你不要打扰我们上课。老师，给治治吧。你不要多嘴，快走吧。现在我们就接着讲马尾巴。你站起来讲话。我提个意见。你把扣子扣上。说吧。学校是不是准备派我们到内蒙去养马呢？严肃一点。上课都几个月了，您总是讲马，可我们这儿马很少，特别是山区就更没有马，就连这匹既不会叫也不会跳的石膏马我也是第一次看见。再说您讲的我也听不懂。叫什么？越是听不懂就说明学问越深呢，那就更应该学嘛。你们看，中国的蒙古马，非洲的斑马，世界上各种各样的马我们都要讲到，懂吗？坐下。我的意见还没有提完，简短一些。我建议改变课程，少讲点马，多讲点猪和牛。完了，你站起来。我提完了。站起来。既然你不愿意听课，你可以出去。我这是提意见。出去。出去也要提意见。大家坐好，下面我们接着讲马尾巴的功能。徐秀才，我教了这么多年书，没有见过你这样的学生。你把课程全搞乱了，以后不要再乱提意见了啊。你看看你惹出多大的一场风波。去吧，把大字报撕下来，快去。难道错了吗？
没错。牛仔，你，你，你看，牛仔，你做的对。来，咱把它贴上。哎，跟刚才那张一样的。哎呀，曹校长要知道了，非 K 他不可。许牛仔。许牛仔，我不是让你撕下来吗？怎么又贴上一张大的？曹校长，牛仔的大字报说的对呀。不行，马上给我撕下来！等一等，不要撕嘛。老曹，这张大字报写的蛮好嘛，为什么要撕掉呢？这张大字报把我们的教学全冲乱了。一张小小的大字报就能把教学冲乱，正说明它击中了要害。老龙啊，我们这一套并不是自己发明的，全国农业大学的课程都是这么安排的嘛。那说明这张大字报的意义更大了。老曹啊，你看，这又是一张很好的大字报。小平老师呢？龙校长，我在这儿。这些稻种怎么会烂掉了？浸种催芽时温度太高了。上课的时候为什么不讲清楚呢？现在还没讲浸种催芽呢。什么时候讲？按教学进度要到七月份。怎么，进种的时候讲收割，收割的时候讲进种，这不是脱离实际吗？不行啊，应当马上改过来。老龙，教材有它自己的系统性，怎么能随便改动呢？不，我看呢，教材的系统性应当适应于生产的季节性。龙校长说的对呀。同学们，这张大字报它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呀。不批判资产阶级脱离实际的学风，我们学校的教改是搞不好的。林学系不讲江南的毛竹、油茶、杉树，却去讲俄罗斯的白桦树。农学系的土壤科为什么不可以讲讲我们这里的红土壤，天天讲欧洲的、西伯利亚的黑土壤？难道我们的老师都成了外国记者了吗？啊，为了改变这种状况，我们要来一场教育革命的风暴。哎，五四运动，革命青年敢打孔家店，我们共大师生不但要打孔家店，还要打资产阶级店。教下去，我看你龙国正怎么个改法。老龙啊，昨天呢，我从学校看完大字报回来，想了整整一夜，想出来个主意。什么好主意啊？来，快说说吧。好，你们等一下。你们看，黄泥呀，好比是生产；红泥
好比是教学。嗯。现在呢？你还能分得出来吗？就是要他分不出来。老代表，你是说？我再给你打个比方吧。你说，我们这些种田人，怎么学会种田的呢？就是小时候大人讲一讲，自己做一做，做一做，大人又讲一讲。我看呐，这就是你们大字报上说的那个教学结合生产。哎，对对，这就是我的大字报。这张大字报水平高啊，两坨泥巴能说明什么？教学上的三机四性才是真正的科学，我们不能把教学问题简单化。两坨泥巴是个简单的比喻，但是它说明了一个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。教学要结合生产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我建议按照农林牧的生产季节改变课程。我赞成。我们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要自己闯出一条新路子。这样吧，我们不能从书本到书本，从理论到理论，而是要理论联系实际。这个问题大家下去好好议论议论。好，好，走吧。孙主任，你的思想通了吗？怎么，靠那两坨泥巴就能达到凯洛夫吗？别提你的凯洛夫了，我和他斗了好几个晚上，瞧，眼睛都熬红了。我说老龙啊，你心里到底是想办农场还是办大学？办大学呀、啊、办大学。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大学？世界上没有，我们就办他一所嘛。就凭这两坨泥巴？你不要小看这两坨泥巴，这绝不是我们坐在办公室里能想得出来的。依我看，这两坨泥巴比起我们目前的教学方法要高明得多呀。哎，老龙啊，你可知道啊，目前这一套，这是多少年的传统，多少中外教育家心血的结晶啊。两坨泥巴能打倒他吗？我说能打倒，因为那一套是脱离生产，脱离实际，它是资产阶级的。好、哦，资产阶级的。二加二等于四，是哪一个阶级？X 加 Y 又有什么阶级性？只要我们能培养出有高度文化科学知识的人才来，还不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吗？不对，抽掉了无产阶级政治，单纯的追求高度的文化科学知识，就会迷失方向。把教学与生产劳动隔裂开来，就一定会把教学引上邪路。老曹，毛主席说，学问再多，方向不对，等于无用啊。
好多教室都没有人。都到哪里去了？到田里上课去了。谁让他们去的？把名字记下来，批评，记过。同学们，刚才我给大家讲了稻子和稗子茎叶的区别。下面我讲一讲稻子和稗子根部的区别。高老师，这些到田里一看就懂了。我建议我们班应该向肖老师他们班学习，把课堂搬到田里去，给咱们讲讲科学种田、合理觅植。同学们，曹校长说，这教学计划是专区赵副专员批准的，不能随便改动。龙校长，同学们要求结合农时，把课堂搬到田里去上。嗯，我去敲钟。不，我去找找曹校长再说。谁让你们到田里去的？肖老师让我们到田里去上课。你看看你们这个样子，啊，还像个大学生呢。以后不许打直交。哎呀，老曹啊，你这条规矩连我这个校长也不能进屋了。哼，老龙啊，你为什么老把学生弄到田里去呢？我找你就是要谈这个事儿。现在是春耕大忙的时候，我们的课堂应该结合农时搬到田里去，这样才能让学生在学习和生产实践中更全面地掌握知识。你说来说去还不是为了吉利谷子？这可不是为了吉利谷子的事儿。为什么你一定要把学生培养成眼光短浅、胸无大志的人呢？不对，你的看法是错误的，这是教育革命的大问题呀。老曹，你让同学们穿着鞋袜在课堂里植树，在黑板上种田，学农不务农，学农不爱农，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怎么能够赶上时代的步伐？怎么能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地建设社会主义？好好好，你是书记，你是校长，你看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老曹，老曹，老曹，龙校长，他敲钟。办公大，开始我就不同意。深山沟里办大学，能培养出好人才。现在既然办起来了，就要按我们的样子办，要正规化。那些工农学生赶不上，就让他们回家种地，各尽所能嘛。是啊。可老龙他，我们党内这样的同志不少，他们的脑筋还停留在战争年代，赶不上时代的潮流。我们要和他们做斗争，是要改造他们，帮助他们赶上来。老曹，我说的对吧？对呀，赵副专员，老龙这个人就是太固执了。哼，他固执我也有办法。
最近专区准备组织几个共大分校的负责人到全国各名牌院校去参观，就叫龙国正带队。钱秘书，你跟他一块儿去。好，让他开开眼界。嗯，他也会变的。好，赵副专员这个办法真是太好了。哦，来，大娘，坐这儿吧。哎，谢谢。到哪儿去啊？看儿子。啊。在哪儿工作啊？在大学读书。哦，读了几年了？三年了。啊。乡亲们让我来看看他，那这不，核桃、花生、柚子干，还有糯米果子，都是大伙儿送的。来，快吃点吃点，留着给儿子吃吧。读的什么书啊？这些都是外国的名家著作。哦，只有这样才能够一举成名，天下知啊。对对对。你们看看，人家农学院的条件多好啊。同学，少拔一点吧。老大爷，比起我们毕业论文来，这几棵稻谷算得了什么啊？又瘦，还戴上了眼镜，样子都变了。乡亲们可惦记你呢，让我来看看。那这不都是乡亲们给的，快吃点啊。我还给你缝了套新衣裳，快试试看合不合适。妈，快穿上让我看看呢。妈，你真是的，这么难看的衣裳我怎么能穿得出去呢？什么？我一针一线的缝了几个晚上，嫌难看。孩子，你在家的时候不也穿这样的衣裳吗？哎，可我现在是大学生。我还给你做了双布鞋。妈，你做这干什么？太土气了，拿回去吧。咱不能念了啊！走，跟我回家。妈，你怎么了？你临来的时候不是跟乡亲们说过吗？要回去改变家乡的山山水水呀。妈，我现在是有知识的人了，怎么能回到那小山沟里去呢？你变了。妈，你先坐一会儿，我要去听欧阳教授讲课了，不能迟到啊。
同志啊，好好的一个孩子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啊？这让我回去怎么跟乡亲们说呀？大娘，别难过，我送你回去。工农的年轻一代，在这样的学校里，与其说是受教育，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。与其说是受教育，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。哎呀，唐宁同志，太巧了，从哪儿来？参观农林院校去了。哦，有收获吧？有啊。你好像有什么心事？我一夜都没有睡着啊。哦。有一个问题，在我心里像火一样的燃烧。唐宁同志，我一直在想，我们党自己办的农业大学为什么还办在大城市里，远离农村，脱离三大革命斗争的实践？为什么教育大权至今还把持在那些资产阶级老爷的手里？他们顽固地推行着一条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。是啊，你说的对。这件大事不解决，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谁来接班呢？老龙，这是一场复杂严重的斗争，要有开顶风船的勇气。我们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要坚定地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走。老代表，老代表，金凤，北坡稻田也发现虫害。你看，这是后山的，虫情很严重。这南坡的，这是洼地的。哦，全大队的田里都发现了虫子。这种虫子咱们山区很少见的。老代表，我们在学校研究过水稻的各种虫害，这叫叶强稻。这种虫子一夜之间能把全大队的庄稼都吃掉。这么厉害？是啊，这种虫子白天躲起来，晚上跑出来咬庄稼。今天晚上我们必须立即采取措施把它消灭。哎呀，金凤，今天队里大部分劳动力都进城用化肥去了。哦，这么巧，这可怎么办？这样吧，我从小路赶回学校，请示领导发动全体同学来灭虫。金凤，我跟你去。我们也去。不，时间很紧迫，你们先做好灭虫的准备。看来同学们对明天的考试有些紧张。通过这次测验，我要刷掉一些不合格的学生，把学校好好整顿整顿，建立一套正规化的秩序。啊，这是谁的位子？李金凤的。
他上哪儿去了？到身边大队帮着检查重情去了。哦，他知道不知道明天考试？知道。知道考试还走？简直是胡闹！孙主任，把这件事记下来，以后处理。好。同学们，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考试，这是专区统一布置下来的，它关系到每个同学的前途问题。啊，大家要争取最高分数，要考出水平来。曹校长，孙主任。哦，好了好了，李金凤，快坐下来，抓紧时间复习功课。曹校长，山边大队的田里发现了大面积的虫害，情况很严重。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？大惊小怪的，有虫，人家生产队不会去灭。哼，多管闲事。曹校长，我就是为了这件事跑回来的。今天，山边大队的社员都挑化肥去了，队长也不在家。请领导动员全体同学马上出发去灭虫吧。你说什么？明天就要考试，你让同学们去灭虫？你这不是胡闹吗？曹校长，你看虫情这么严重，我们工大师生能眼睁睁地看着不管吗？李金凤，你现在不是普通农民，你是一个大学生。金凤姐，同学们，我们读书是为了什么？难道是为了考试，为了分数吗？在我们农村，就连小孩看见掉了几粒谷子，也会捡起来交给生产队。我们怎么能够只管埋头读书，赶考试争分数，不把在学校学到的科学知识去为农业服务？却让虫害吃掉贫下中农的血汗呢？吉凤姐，我跟你一块儿去灭虫。我们也去，我们也去，我们也去。金凤，我们畜牧系也去，我们农机系都来了，我们也来了。同学们，走，走。APP 在三磷酸腺苷酶的作用下，作用转化为 ABT 加 H3BO。 哎，牛仔，你们到哪儿去啊？到山边大队灭虫去。走啊。哎呀，我还有条公式没背熟呢。那随你的便吧。哎，牛仔，等等我。这些还给学校，
要走就走吗？同学们，我们一定要等龙校长回来。我们工农同学进学校不容易，让我们离开学校也没那么容易。金凤姐说的对，就走就走就走。那曹校长能同意吗？小妹，爸爸，我跟你说，谁修的路，谁开的荒，谁种的粮食，是他们这些贫下中农同学，就连这些桌椅板凳，都是他们辛辛苦苦做出来的。他们流血流汗，把学校建起来了。你却把他们赶出校门，我想不通。好了好了，你懂什么？就懂，在旧社会，地主、资本家才这么做。小妹，你胡说些什么？就是。于刚，我问你，你是党委委员，他老说要猛烈开炮，你就不能轰他几炮吗？轰了。可他说是贯彻上级的意图。龙校长回来喽！怎么了？啊？出什么事了？金凤，你们为什么都不说话呀？啊？龙校长，你可回来了。于刚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你看。退学，你们犯了什么错？没来得及参加考试，曹校长说我们交了白卷。于刚，这件事党委是怎么研究的？党委根本没研究。曹校长说，这是上级的意图，教务处有权决定。什么？这么大的事，不通过党委？龙校长，这是江大年的草帽。他上哪儿去了？背着行李走了。走多久了？刚走。
江大爷。龙校长，大年，龙校长。上大学，请看，这就是他们的白卷。这个决定，我请示了专区赵副专员。你们搞突然袭击！考试的时候，李金凤他们在哪儿？在皮下中农的田里。这些白卷能说明什么问题？不，这些白卷很说明问题。在这些白卷里面，有高度的政治觉悟，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，有同学们的汗水，有贫下中农的几万斤粮食。同学们做得好，做得对。对？对在哪里？我们这儿不是农场，不是生产队。同志，我们这是大学，既然叫大学嘛，那就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。办学校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从来就没有统一的标准。就拿这十五名同学来说吧，按照我们的标准，这些同学是好学生，按照你们的标准却把他们赶出校门，这又怎么能够统一呢？什么统一的标准？说穿了，就是你们借考试为名，把教育革命中敢于斗争的好同学排挤出去。难道这不是对工农同学的迫害吗？你这是污蔑。这些都是事实。解放前是谁打击迫害工农？是地主资产阶级。今天你也这样做，你站在什么立场上？你代表了谁的利益？你正是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。我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。哼！别忘了，我也是在抗日烽火中参加革命的。老实说，我祖宗三代都是搞教育的。论办教育，我比你更有发言权。听说你这位大学校长还是在延安扫的盲吧？哼！太不像话！什么态度？摆什么老资格？我是和他不一样，他是把文化当作资本来到革命队伍，我是带着地主老财的鞭痕参加革命。我这个放牛娃是到了延安才扫的盲，没有毛主席，没有共产党，就没有我。同志们，党委会继续进行。我让你背的那些原理背得怎么样了？基本上背会了。不，基本原理要背得滚瓜烂熟。哎，这把手术刀真漂亮啊。他跟了我20多年了，怎么，你喜欢吗？嗯，那就送给你好了。谢谢孙主任。
孙主任。哦，龙校长，听说你回来了。回来了。于花跟这个同学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哦，挺聪明，学习也不错，门门无分。是吗？我找他谈过几次，嘴巴是能说会道，思想上有些问题啊。老孙呐，最近咱们的工农同学表现怎么样啊？还可以。那你对学校开出15名同学又怎么看呢？哦，这件事情曹校长和我研究过，我同意这个决定。如果我们把这个决定撤销了呢？撤销？是啊，今天校党委开会撤销了这个决定。哦，龙校长，孙主任，老代表，你怎么来了？老龙，我找你谈个事儿。好啊，来，咱们一块儿谈一谈。坐。哎，听说学校开除15名同学，有没有这回事儿？有啊。什么理由？孙主任，你说说。他们交了白卷。啊，交了白卷。我这也有一份考卷，是红卷。你们要开除他们，我们贫下中农就是要保他们。龙校长，这样做到底是为哪一个阶级办学呀？老代表，你先别急。这么大的事儿，这我怎么能不急呢？我们已经改正了错误，今天校党委开会撤销了开除的决定。哎呀，老龙啊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你看你急得我这身汗呢。孙主任呐，我们贫下中农打心眼儿的感激你们呢，你们教出来的学生就是好啊，这样的学校我举双手赞成。老龙啊，过去有些年轻人念了几年书就忘记了家乡，草鞋一脱换上了皮鞋，就再也不回来了。嗯，说得好啊。照这样下去，那谁来建设咱这社会主义的新山区呀？孙主任，你说是不是？老代表，您坐，我给你倒杯水。不了不了，乡亲们呐，还在等着我的回信呢。好好好，我走了啊。哎，你们谈，你们谈吧。好好好啊。老代表的话值得深思啊，我们到底为哪个阶级办学？老孙，教学不按照毛泽东思想教人，危险呐。老师们，同学们，我们共大要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。我们学校是农业大学，设来设去，
我们不但要掌握科学文化知识，还要把学校的小课堂搬到农村的大课堂里去，拜贫下中农为师，做到学用结合，上生产斗争课，上阶级斗争的主课。叔啊，打了针吃了药，过几天就会好的，您放心吧。哎，谢谢同学，谢谢孙老师啊。哦，不不不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老大爷，这头牛不错呀。这牛就是上次那头牛下的崽儿。哪一头牛？就是你那年上课讲马尾纹的时候我牵起那头啊。哦，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。那个时候，这思想里还有问题呀、啊。他大叔，给牛治病啊！啊，你们贡大真好啊，技术又好，价钱又便宜。牛郎中桥头猪要八毛钱，你们才要四毛钱，便宜一半呢。大娘，您的猪是谁给敲的呀？于家旺的大小子。于发根，就是他。我找他去。牛仔，你到哪儿去啊？于发根给老乡敲猪要钱，跟他的富裕中农爸爸一样，搞资本主义，这还行。走，我跟你一块找他去。快走。刚半天功夫，就赚这么多钱呢？发根，我看呐，这学咱不上了，退学。那。爹，还有一年文凭就到手了。嗨，什么文凭武凭的，本事学到了手，能赚钱就行了。啊，这够累的了，歇着去吧。嘿，你的篱笆墙怎么把路都围进去了？你占了公家的地，跟队里说了没有？嗨，这么点小事儿，还值得麻烦队里啊？不行，公家的地一点都不能占。哎哎哎哎哎哎！同学，我们家发根也在你们贡大，你绕一下嘛啊？不行，于家旺，于家旺，你凭什么让他敲猪要人家的钱？
把钱交出来，退给人家。好啊，你处处想占便宜。你们欺负人啊？谁欺负你了？好好好，你们工大我惹不起，还躲不起啊？华根，走，咱们退学去。我不，走啊，走。资本主义还有理了，孙主任，华根，给孙主任鞠个躬。我鞠呀、啊，这于华根，你过来、啊。孙主任，是这么回事儿，我们家人手少，华根从今天起退学了。什么？他平时就散步，先把技术学到手，好吃好喝在后头。不许他退学，就不准他退学，不准退学。现在都兴自由市场了，还不兴我们自由退学呀、啊？华根，走。这，站住！于华根，你把这把手术刀还给我。好好好好，给你。教学不按照毛泽东思想教人，危险呐！是啊，过去我一直认为，只要尽我的所能，把知识传授给学生，他们就会自然地为社会主义服务。真没有想到会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。这对我来说是一次沉痛的教训。过去你多次对我进行帮助，可是我听不进去呀。龙校长，现在我愿意向党委做深刻的检查。孙主任，现在认识也不晚呐。让我们一起把共大的教育革命搞好。龙校长，龙校长，什么事？工作组钱秘书在山边大队观察三字一包试点工作，李金凤跟他们斗争得很激烈，说今天下午还开大会。赵副专员的报告讲得很清楚嘛，三字一包的好处就是充分调动每家每户每个人的积极性嘛，啊，让我们大家都过富裕的好日子嘛，啊，我们要把土地、农具、牲口都分给你们，多劳多得，超产归你们自己。我反对。三子一包，就是让我们分田单干，走回头路。这样下去，那不是跟旧社会一样，富的更富，穷的更穷吗？这是让我们吃二遍苦，再受二茬罪，我们能同意吗？不同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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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我们绝不能同意。赵副专员的报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毒藤，岂有此理！啊！这就是龙国政的得意门生，把他压起来。哎，钱秘书，你很忙啊。龙校长，你们学校办得很有成绩呀、啊，培养的竟是调皮捣蛋的学生，到处拆我们工作组的台。李金凤，他犯了什么错误？什么错误？错误大得很，他居然敢在群众大会上公开反对三字一包。还有呢？你看看，他说赵副专员的报告是大毒草。
还有呢？他煽动群众反对工作组。还有呢？这就够了。我们今天晚上要开个大会，批判李金凤。小妹，小妹，给。什么？我给你弄来的上大学的介绍信。上大学？机会难得，快离开工大，回去收拾一下。看，乱糟糟的。爸爸，这怎么能行呢？什么行不行的？我革命几十年，掏一张优待券还不应该吗？爸爸，请大家坐下来，坐下来。现在开会。社员同志们，今天我们开个批判大会，批判共大学生李金凤。安静一点，安静一点，因为李金凤反对我们工作组破坏三字一包的政策，特别是他反对赵副专员。反对赵副专员就是反对专区，反对专区就是反党。这就是反党。别紧张，什么反党？反对赵副专员就是反党了。现在先由李金凤进行检查，然后大家再来揭发批判。我先检查。这就是龙校长。哦，他就是龙校长。社员同志们，要说检查，我得先检查，因为我是共大松山分校党委书记兼校长。要说我们有缺点错误的话，那就是在那股资本主义逆流的影响下，我们有个别学生经不住考验，自动退了学，走了邪路。哎，你要干什么？哎，可是现在，哎，老龙，你别扯远喽。好，我现在就说李金凤，他是坏学生还是好学生，这要看他的表现。他的罪状是反对三字一包，可是三字一包是什么货色呢？这个问题贫下中农最清楚。他是要我们倒退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货色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三字一包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货色。好，好。李金凤反对倒退，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，积极搞社会主义。我们能说他是坏学生吗？李金凤是好学生。的确是好学生。李金凤是好学生。我也是共大分校的负责人，我声明一句，刚才他的话不代表我的意见。李金凤反对专区，反对工作组，反对赵副专员的报告，他把自己放在党的对立面上去了。啊，这样的学生怎么能说是好学生呢？啊，是个坏学生吗？对对对，李金凤是坏学生。哎，李金凤，李金凤他不是反对党，他是反对那些自称为共产党员，而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民主派。他不是反对专区，
而是反对专区里面那些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人物。他这样做正是热爱党，维护党的利益，说明他有高度的党性。他是我们共大最好的学生。李金凤是坏学生。李金凤就是好学生。好学生，李金凤就是坏学生吧。既然你们说他是坏学生，那就让他上台来，由贫下中农给我们共大的学生做个鉴定嘛。你们可以不给我饭吃，但是让我检讨办不到，我没有错。我是一个学生，一个普通的党员，我说不出多少道理，但是毛主席有一句话我永远也不会忘记，这句话就是：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。你做得对，顶得好。这才是我们贫下中农的贴心人呢。对，是啊。妹妹，老曹，咱们走。走吧。龙国正，你等着！我也要讲话。小妹，还没走。小妹，说吧。这是我爸爸给我弄来的上大学的介绍信，他要我离开农村，离开共大，到所谓的名牌大学去读书。爸爸，我要当着大家的面回答你，我不跟你走。龙校长和贫下中农对我的教育使我看到了前途，看到了希望。我热爱共大，我绝不离开共大。我今天心里很难过，很多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儿女能够继承革命的传统，可是我这个革命多年的爸爸却给我留下了这张介绍信。不，我要听毛主席的话，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。小妹，你做得对，我们贫下中农欢迎你呀。小妹，走。龙校长，华根，你。龙校长，我错了。这都是我爹让我干的，从今天起
我要跟着党走。龙校长，我不能离开共大呀。于法根，共大欢迎你呀。社员同志们，同学们，这个批判会开得好啊，他有力地批判了复辟倒退的错误路线。我们共大的全体师生永远和贫下中农站在一起，在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的风浪中锻炼成长。我们办这样的大学，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？龙国正同志，你辜负了党对你的信任，你煽动学生，竟反到我的头上来了，这是党纪所不允许的。龙国正同志，你现在悬崖勒马还来得及呀？啊，老龙啊，这是领导上给你最后改正错误的机会。如果不改，我就开除你的党籍，撤销你的职务。你们利用党和人民给你们的权利，开除我的党籍，撤销我的职务，你们是做得出来的，但是并不说明你们正确，你们有道理。真理不在你们手上，你们这些做法使我又一次坚信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办得好，办得对。你那个共大好什么？对什么？人家说共大是农场，是劳动大队，是四不像。我们共大是按照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办起来的，是以共产主义精神、共产主义道德品质、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，有什么不好啊？恨我们，骂我们，这并不奇怪，因为他们是敌人。奇怪的是你们竟和敌人唱一个调子。真是狂妄到极点。太固执了。哼，给我立即撤掉这所学校。校党委认为这个撤销我们分校的决定是错误的，它不符合毛泽东思想，不符合党的教育方针。我们坚信共大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，我们要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坚决斗争到底。同志们，校党委决定，我们要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。唐宁同志，你看。这件事情我知道，这个决定是错误的。同志们，
告诉大家一个特大的喜讯。7月30日，伟大领袖毛主席给我们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写了一封信。毛主席高度赞扬我们共大，肯定了我们的大方向。伟大领袖毛主席说：“同志们，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。”光辉的730指示是我们胜利的旗帜，前进的方向。在教育革命的征途上是不会风平浪静，斗争并没有结束。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，我们要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。向着共产党。